冰镇麻蜂窝，好，大家见过没有？今天给大家表演一个冰镇麻蜂窝，走。今天又出来处理麻蜂窝啊，然后这个蜂窝是遮到人的，好，遮到人的，再来。原来在那个位置啊。原来在那个位置。拉通掉，然后现在在这个门顶上，你现在可能看不到。飞出来，飞出来，我看到了。对。然后这个蜂窝哈是原来坐在那边，然后她老公是拿棍子去捅，捅了被蛰了几次啊？蛰了三次。蛰了三下，所以说大家不要去用棍子去捅啊，还是要叫专业人士过来处理。现在我们她捅完了，她说又坐在那上面啊，我们上去看一下，把她处理掉。然后一个就这么小，啊？一个就这么小。上次坐在那边那个一大个，现在就这么小。这个刚刚坐窝的啊，直接喷药。现在去搞下一窝啊，所以大家不要去捅麻蜂窝啊，很危险，遮到两个人这一个窝。走，去下一家啊。今天试窝啊，走。都是安全的，我都没有办法了。那你不要过来，你们顶那个，顶那个。我来过。坐在窗户这边啊，都穿衣服啊。小黄鸟，冰镇麻蜂窝啊，大家见过没有？今天给大家表演一个冰镇麻蜂窝，走。天气太炎冷啊，给它降降温。这个老大爷说这边摘香蕉他都不敢来摘，给他处理一下啊。这个吹出来是冰的，瞬间冷冻的那种啊，直接给他喷到窝里面看什么反应啊。还有一股香味，站好啊。小黄鸟，这一窝是小黄鸟，你不要把自己给冰冻了。有没有动静？听一听，你看，碰一下马上就结冰了，都结冰了，效果不错啊！你看，碰一下都不出来了，我挖开看一下啊，里面都结冰了，啊！来，我来个近距离。这个效果不错。没有风雨。哇呀，这个房子盖的也很牢固的啊。肯定牢固的。要喷一下啊。现在这一窝弄完了啊，那我们就去下一窝啊，走了啊。大哥们先走啊。好，干好。这么多工作量这么大，今天一天能搞完吗？哎呦，这个要慢慢来啊，一天搞个四五窝就行了。那我们现在去下一家啊。这边一家人家在装修啊，然后这个窗户这边有一窝小黄鸟。这边他们这边弄石子啊，石头嘛，都不敢靠近，它会被蛰。这个窝很大，不单单是这一个球，看到窗户后面没有？直接坐到这窗户后面来了，所以这个是抱不下来的。这个窝挺大，直接用烟熏哈，烟熏它，熏完了，老实了再给它抱出来。蚊香片啊。这个蚊香片上次试了挺管用的，直接熏它。直接给它塞进去。这些外面回来了，等一下用抄网啊给它捞掉。现在感觉没什么动静啊，声音小了很多，开起来看一下。里面熏的差不多了，
哇，这些还想爬进去，这些还想爬进去，来进去，全部进去，里面已经差不多了啊，真的差不多了。这些刚回来的都要爬进去，让它都爬进去。这刚回来的啊，聚集了这么多，给它喷掉。哇，那边还好多啊。哎呦，窗户拿下来哟、哦、看到没，直接坐在窗户里面。看到没，这个蜂窝烟熏一下比较好拿。这个做的太奇葩了，长长的，基本上现在都出空了。你看这一大个。现在拿药啊，这个农药给它撒上去、嗯、这味道太臭。这个熏了它也不会死，就给它熏晕掉。每一只都活的，每一只都是活的啊，哎，非常好。哦，上楼那个顶棚那边哈、啊、有一个，都上去看一下，在那上面啊，不是很大，直接整窝给它抱下来。慢点啊，下来了哈，好，大家一直问说摄影师有没有穿防护服，你拍一下，你拍一下我自己啊，你自拍一下啊，有人问吗？对啊，看到没有，我这个是摄影师没有穿防护服的。我现在要给它喷一下啊，喷干净，再给它喷上药啊。大哥们先走啊，好好好好，回家。今天搞了四窝，然后拿了两窝。那现在准备回去啊、哦！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再见啊、哦！兄弟们啊、哦，期待一下意大利炮啊、哦，看一下能不能成功把它吸进去。今天又出来为民除害啊，然后第一窝在这个阿姨家的
三楼的窗户外面。等一下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好，这边你可以看一下。我们要先喷药。你看这。你进去。阿姨胆子有点大。在这里啊。这个阿姨求助啊，一个蜂窝在那个窗户上面，这个简单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。啊，你放着，我们来搬。嗯，就放这边。没事 ，OK。小本。哦。听说最近去找组队的人了。没有。啊，找到了没有？找到了没有？这几天找到没有？这几天在家发呆生锈啊。是不是要想着？是不是要想着下一步怎么会？啊，怎么会？要怎么会？我问你呢。什么插翅难飞？飞不了。又得回来，啊！肯定的。然后刚才找了一圈，这个没地方绑安全绳，你等下在后面拉着我啊。支付宝到账110元。哎，谁转的？他妈一天一亮就收钱了。我不知道，哪来的钱？天一亮就收钱了。这看热闹的好多啊，叫他们进去，安全一点啊。那边窗户关起来。刚才想用那个抄网啊去捞它，然后它那个底座接触上面的面积太大了，捞不进去，所以说只能捅掉啊。蜂蛹啊，全部捅完了，给它扫一下。哎，我自己来哈，谢谢你们了。没事啊，兄弟们，第二个啊，这个位置这个好大，在他们这个四楼，还没装修。小黄鸭有这个个头已经算大了。今天给大家表演个吸尘器吸马蜂啊，前两天买了一个那个吸那个蜜蜂的，不是没吸进去啊，然后今天把一个搭好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像意大利炮一样的，超大型的，然后这种吸力是很强啊，这个功能是从这个位置吸进去啊，从这个口子吸进去，然后它这里面有一个粉碎的功能，就是把它搅碎啊，打成碎末，然后从这边出来，这边进去，这边出来了。就变水啊，好，我们试一下效果啊，看这个效果去除马蜂窝怎么样啊。准备开干啊，兄弟们啊，期待一下意大利炮啊，看一下能不能成功把它吸进去。开机，把单位调到最大啊。碎末了啊，等一下倒出来给大伙看看啊，你先接着。啊，我来。哇，今天这窝哈不用杀虫剂，全部用这个，全部给它吸干净啊，继续吸。兄弟们啊，下来了，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成果啊。这个是你的。我那个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兄弟们看一下，我倒出来啊。现在就变麻蜂。哎，这个可以当肥料啊，效果好不好？全部变成粉末了啊，完美，非常的完美。给阿姨当肥料啊。这个粉丝求助，你奶奶现在怎么样？好了，被蛰几下？他说蛰了好几十，蛰了几十下，都围着公鸡呢。蛰了几十下。哦，看到了，在那个位置啊。然后
就一个人的高度，这我好搞。套着啊，套着。完了，我的衣服都给搞没了。刚才那一窝搞完了衣服，我都忘记拿了。那这一窝你们取吧。我走的时候，我都看没有啊，你放在哪里我都不知道。走走走，你们去搞。走啊，你跟那个东北老妹去搞啊。好好好。你又看到小米粉啊？这个叫贼不走空，走去看看。走走走。啊。坟是假的，坟是假的，墙角大胆卧啊，是不是？我还相信啊，兄弟们，先看看，兄弟们看看，哇、哦，相信啊，坟是假的，后面还有喂，我在眼里，兄弟们看看，相信啊，小蜜蜂啊，嗯嗯嗯，嗡嗡嗡的，小蜜蜂，你们家的，我们家的不是不是，我们家没这个东西。哎呀！哇哈！哇哈！哎呦！很多的哎，那个哎呦！那这这个桃，那个那个蛋啊，多苦啊！哦，以后不要打。不行啊，不行，今天很多。哦，阿姨，我今天帮你报仇啊！报仇！好多的。这个。师兄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等一下，他都用出来了。来来来，过来看一下。他不敢看。等等啊，把别个看走。大比照手，大比照。哇，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蜂蛹。哦。哦，蜂蛹，这么大只，这就是虎头蜂嘛，是不是？这不是虎头蜂，这是小马蜂啊，这是小马蜂。哦，那个就是蜂蛹。对，那么小。这一窝蜜蜂啊，毛巢蜜，看到没有？溜着哈，溜着溜着溜着。然后我刚才那个衣服放在上一家那边，我现在赶过去拿一下。然后小芬，这个时候在这边处理回风啊，因为这个奶奶要住在家里，这个回风要给她处理干净一点啊。这个房子漂亮，这个房子漂亮。你都准备好了？准备了些什么东西？比我们专业。这个铁管干嘛用的？我上面很乱拿这个当中，准备那个铁棍，然后还有一个铲子，还有这个，还有那个杀虫剂胶带，还有这个洗碗的，然后还有这个麻袋啊，要不然我们那个衣服借给你，你去。我看你比我们专业。没有，这个是换那个消防，他说用这个才行。哦，我有玩过。小卡拉米。小老妹，别跑出来太多了哈！啊，我说别跑出来太多了哈！啊，知道了。你要保证我的安全啊！别玩洞口喷啊！啊，我知道了。别往我身上飞啊！下来了啊！小小卡拉米呀、啊！哇，当还大猪呀啦，鬼门呐！再小也是肉啊！哎呀，大哥，好，走。看起啊，对，举手之劳。有请求助人。大磊，不吐吗？啊？两个吐。吐了哈。不给你吐。谁敢不最后一窝，我骂求助。家里也有一窝。哎，天天都来吃米粉。在这个我天天都在，天天都用这个。天天都用那个打。用这个打，一天打了四来斤。我那上面有一窝。
天天都来打。最后一个球主啊，是一家里的啊，直接喷药搞他。展示一下，展示一下。啊，摇下来了啊。最后一窝啊，小欢脚把我这个上面蜜蜂都给他打跑了。然后现在要采龙眼嘛，所以说留在上面也不安全啊。今天给他割掉，这一窝还可以啊。现在下去太冷。看一下啊，今天的收获。哎呀，大师你也来了。大师来了。大师来了。又搞了这么多。啊。现在搞完了啊，然后全身都湿了。啊，今天又是为民除害的一天啊！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帮忙点个赞啊！下期再见，拜拜。Hello， 计算手投降。今天这个兄弟又求助啊，又出来搞事情了，在哪呢？哇，对吧？怎么这么大？在那个架子里面，啊。哎。哇，是不是你养的？不是，这个还可以啊，跟这个它这个架子木头架子都粘在一起了。对呀。啊，小黄鸟。那这怎么搞？这个抱也抱不了了。啊，它都粘在一起了。小黄鸟啊，今天又接到六个求助啊，然后这边第一个是在那个架子那边，然后比较低，它是包在那个架子里面，袋子也套不了。然后我们这一窝啊，拿烟给它熏一下，烟熏马蜂窝啊，给大家表演一个烟熏马蜂窝啊。蚊香片直接给它点着啊。给它塞住啊，让它熏一会儿，让它里面熏一会儿。感觉里面开始暴躁起来了，里面在沸腾，在沸腾，沸腾，沸腾起来了啊！你摸摸，还真给沸腾起来了。外面这些先给它弄掉啊，没动静了吗？没动静了，没动静了，都安静了，意思都 BBQ 了啊？怎么没动静了？没动静了，打开啊！怎么这么快？啊，没动静了。哎呦喂，都 BBQ 了，看。哇，这蚊香片好，真的好。全部都 BBQ。哦。哎，还可以啊。来，现在把它都拆开，壳子都拆开，看一下里面的庐山真面目啊。哦好，怎么样？棒棒，大不大？大大大大。这上面还有一点，还有嘞，还有一点点，你先拿出去。搞定。要再喷一下啊！撤退了，这一窝是遮到人的。我们看一下啊。没干，只给拿个二还做活哎。那个在那那都一个倒影。给倒影。这是俺抽一个大多少一个字那个。这一窝安排东北小老妹上场啊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有啊，走。盘呢？这一窝比较低，你来啊。我盘呢。哎呦，看一下啊，蜂窝在这边，先把洞口给它塞住，然后把那个边上给它剪掉，整窝给它抱走啊。洞口塞住，然后边上慢慢剪掉。洞口塞住，别用力，别用力啊，轻轻塞住就行。好，然后拿个杀虫剂，边上这些蜂先喷一下，轻轻喷一下，啊，轻一点啊，别把蜂窝搞碎了啊。嗯，这损耗有点太大了。全部都修掉。嗯。这个叫慢工出细活啊，你别把蜂窝给搞坏掉。太猛了我。
现在已经修出来了。哎，你这边都给你弄破了。哎呀，手太重了。那、啊、叫你慢工出细活来嘞。手太重了，怪不得我的越碰越多，原来都给你搞破掉。我捂着。啊？我捂着。你捂着。我捂着。那怪不得我越碰越多来嘞。原来这边堵着，这边给他搞漏掉了。哎，看来你还是不够细心啊。嗯。对呀、啊。你加强锻炼来。那你把那个带给我。现在直接上袋子。怪不得我在外面越喷风越多了，来，直接套起来。哎，老妹失手了啊！对，风都跑完了。怪不得我这以为怎么外面回来的风怎么会这么多？我戴着手套有点太大了，等会啊。来，套起来。扒了啊！啊，扒了。哎哎。嗯。好、啊。小风是早晚的哈。来，拿给我吧。好好的一窝蜂，那么多蜂，我还想把这窝蜂都给抱回家，结果蜂就剩几只。哎，失误了啊，这一窝兄弟们失误了啊。但是很饱满。在鸡笼上面。来，塞进去啊。啊。塞进去，然后堵起来，熏晕了，去吧。流氓呢？这窝的蜂蛹啊，也还行啊，这个时候很饱满。小粉，羊一直在叫，不知道它讲什么意思。带我走，带我走。羊我们要走了，它一直在叫。哎呀，这个以前也是个土豪啊。这边也有一窝啊，它主人不在，门开在这边。哎，在窗户这边有一窝。也是小黄鸭啊，今天搞的都是小黄鸭。这一窝啊，我们打了点8+1，请他喝8+1啊。这个是刚买的一个那个洗车的那种喷头，威力很大啊，直接把这个8+1抽上去，直接喷他，就不带回去，请他喝8+1啊，直接这边就安排了。今天大家看那个用那个杀虫剂喷的，看着也不过瘾。今天换一个花样啊，试一下用8+1喷的效果怎么样啊？直接安排啊！看一下我这个新装备好不好用？开炮！开炮！投不投降？举起双手投降，还不投降？来投降！啊，脑瓜子嗡嗡的。他醉了。哎，睡觉了。睡着了。是不是都醉了？你那个蜂王等一下给它找出来，看蜂王嘴的没有。蜂蛹搞出来了，看一下啊，一饼两饼，哦呦呦呦呦，兄弟们，哎呦喂，来三饼，哦呦呦呦呦，可以啊。哎，这不是的，没了啊，看来这个威力还是挺大的啊，牛气十足，回风又那么多了，来开干。
今天买了一大桶，就剩这一些，就剩了一点了，就剩这些。打扫战场啊，全部都已经喝水了，送他回家啊。对对对，来这边再给他扫干净一下就行了啊。好的。现在已经处理干净了啊，本来今天有六窝的，然后路上的话联系他有一个是自己去捅的啊，当然我们是不建议自己单去捅，是不是？有这个衣服可以去捅，没这个衣服到时候会蛰人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今天就总共就搞五窝啊，那现在先回去了啊，又是为民除害的一天，大家看视频帮忙点点赞啊，拜拜。